对面五盒，对面四盒，三盒吧，三盒。俺们家一盒四保一，一盒一死，游戏结束。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你等一会儿，你让卡牌先进去不行吗？没想到吧？我们就不要拿人头了啊！拿人头没有任何的用处，石头人拿人头根本没用。我那人头我都没想抢，这个人头其实给卡牌瞎着，这都可以。我有包皮。你说这耗着耗着，我都没掉血，他半管血没了，还吃了个药，我都没掉血。扛兵吧，我看你前期你能不能扛得住这兵啊？你大爷的！哎呦我操，凶的喽！回家了。你 A 得出来吗？小老弟，交闪了啊，可以接受，而且船长他没助攻。石头人好像有个 bug， 看看啊。
修复了。这个 bug 好像是修复了。船长人咋没了呢？萃取哎，我也应该出个萃取，确实。要不我们也出个萃取去？行，我觉得，反正就是你浓我浓呗。我干哈不出萃取呢？我也来一个。我出萃取没用啊，干啥没用啊？我加钱我干啥没用啊？他萃取我凭啥不萃取呀？他又杀不了我。他俩就互相脆呗，真是的。互相脆，我主 W， 真眼儿我都不应该带，我们就眼儿都不带了啊！现在就互相脆狙，这把就是混了，谁能赢谁就赢。我应该玩个莱玛，其实。这样船长大一下，我大一下，我还比他大，还好用点。他炮车漏了，行，细节不错啊，来个日炎。真眼都不带啊，不带真眼。他回家了，我应该也整个防 plus 的石头营，其实。
丢了两个兵，可以接受。团长用 Q 也能加钱，这我知道啊。那你没办法，这英雄机制问题呀、啊。啊哈！我车也漏了。但我吃了一层塔皮，变相的我们就不亏。我操！闪得快呀、啊！我其实大的已经很快很快了，我觉得都，我就夸一下子我就大出去了。反正咱这把这上路这也没啥博弈，就是不博弈了，随便玩一玩。太难搞了，这没大招，哎呀，这波可是有点小亏了。哎，地西上路收收兵，他萃取十三，我萃取四十二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这亏好几波兵啊！这船长们呢？他就一心的混呢、啊，他都不帮队友了。他啊，这个人，西吧，这个人。你都不帮队友了，这船长。再见。有点吸地装吗？我有吸地，我有二十吸地，一会儿出冰拳，不急。你这种小反甲日炎，这是石头人必要的这装备。
算了，我也不帮队友了，我帮他干嘛呢？没意义呀、啊。操了！双杀瞎子可以，实在是没大，哎呀！太难过了，这刀锋来回翻墙啊，给我整完了，都整的都刀锋啊，这小刀锋。没事，上路塔没了。再见。兄弟，没办法，我这刚才只能是大招逃跑了，只能是。再推一波吧，马上咱就领工资了，领工资了。我有大兄弟们，哎呀，领工资了兄弟们，舒服啊，2600了，哎，来个小冰心的，这是土龙吗？风龙，不是土龙不行啊。他死了，杀个人来。可以，又领工资了。那派克怎么才九级呢？不是艾派克，艾克。什么意思？这是这可太难搞了，这是，嗯，这帮人这不当人呢。是啊，兄弟，这玩意儿是不是可以卖了？没用了吧？卖了，来个冰拳。满西地大招60秒一个，
不是你都1000来块钱了。为啥还没触发呀？大龙打不打？中推也行，中推中推，兄弟们。往前顶，蓝脸汉。永不石化，石头赢，可以一波，先闪一手，我有大了，兄弟，能一波不？我有大。团长咋这么狠呢？还在这放桶子？你在此地不要走动，我给你买个橘子。nice 啊，兄弟们！